这本书《行踪记》，十三生界菩萨三法。我们今天上面的一门完了，接下来是就进入消文，1238页，跟上面出篇一样，甚至标节、标示节分成三段，先是。总题的一个标题，朱大德四十三生界菩萨三法半夜半些说借中借经中来，是先提起啊，然后下面是别事。第一条十三当中的第一条律文叫出故处不净界，我现在的书文的名称叫漏识界，下面叫不净界，其实意思一样。然后先是看它的标明，先标明，那标明完了下面是字义，我们根据上面出篇的意思，因为它这下面比较简单一点，大概有那么七个步骤，字义、界名、纪元、界缘、界本、犯禁，然后底下犯，不犯轻重，这、就是七点，犯不犯轻重都在一个方面来说。先是字义，这为什么要字这条界呢？首先因为有种种过，智的目的呢是令法能够久住，总而说是灭恶生善的缘故。因为这种习惯会影响犯，因为上面不是说是出篇的种类嘛，是属于淫的方面，所以要治。容易犯到的，所以每一篇都犯在最前面。出篇容易犯，因为是障道比较严重的缘故，犯在前面。十三当中呢，也是人多喜犯，所以也犯在前面。就此界人多喜犯者，良有犯意心性，不是死自故也。有没有想到无常啊？人终归于死，享受。感觉那么片时的一种失意，所以讲呢，这里啊，因为犯意才会导致这样的事。若依涅槃应该怎么样呢？常是观察我此生时未有边际，四十四则无有造诣，生死无有边际，就是我们还没沾上边呢，这生死如何了呢？还没有消息，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世间很多善事我们也没能去造，而去做这样的事，有这样的一个原因，有种种过犯的事。下面引多论来说，佛所以不听者，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者呢？第一个是令正法久住。为什么是这样事会令法久住呢？因为被引起诽谤，那么又升起此的天龙善神信尽心故，就清净的行为使得一些善神起恭敬之心。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呢，
欲欲恶法，正是生死之源，占道根本，离自断，令防恨清净。这是跟出边出条的意思是一样，是占道的根本，顺生死流的缘故。那上面是以解释说因涅槃已证，那下面智义，真正的智义呢，因多论，这里分成有四点，四点前面因正法久住这是总的，下面是法不久住，因为毁谤啊，善神不拥护啊，而且呢又是顺生死之流，是占道的根本，这样。多论的四点，初是住持，第二是灭恶，第三是生善，使天龙啊产生欢喜的事。那抄里面呢，四谛并因，并言迎合以不净守，受人信施，有这样的一个提醒。这是字义，解解释这条戒的戒名。下面说方便动转，标心究竟，名字为故，这叫做故出不净，不是？什么叫做故呢？叫做方便动转，有些动作，那目的是标心错，究竟意，体分盈流，所以叫做故出，体分盈流，这也叫做故，故就是达到目的。这体分指的是不净，故出不净的意思啊。然后这是戒名啊，字义，戒的名称叫故漏事或故出不净。多少缘呢？这条戒只有三个缘，缘越少这越容易犯了哈。也就唯有三缘：标心出不净意，二方便动转，三呢出变犯，出就是指的体分盈流就犯了。下面是注文，注这个句缘，然后是活在舍卫放者，是迦留陀夷，是一心炽盛，很憔悴，后来就安排另外一个好的房子，好的饮食，所以呢后来他就故事不净呢，而诸根越狱，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不是那样。我们说，如果是怒不净，应该是憔悴啊。他平时憔悴，然后住怒不净呢，而是颜色观折，这就是这个显得这个体貌引起自戒，后来佛的无数的方便呵责呢，而自此戒。那这是知戒的缘起。戒缘，那佛住的处所和迦留陀夷，漏食不净的事情，这是名独住安福，故起欲过。欲就是放逸之过，岂非不知世间不可乐享，故自思过。记文的解释，不可乐享为观的世间无常不净，生怨离，时时起如是念，千经万论以及经典这论点律点呢，也都在提醒说，时时要观世间无常，世间变化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天宗师问我说，明年送什么经呢？是不送华严经呢？我说明年活不活的都不知道呢，这么久还问明年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，有人说你怎么这么短见呢？明年的事情你就准备不活了，说不来呀，是不是这样？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呗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能说无常做禅想啊，一直都那样呢。古人不说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情吗？那有人说我的思想太消极了，经常会影响很多人。佛法告诉我们要无常想嘛，对不对？既然是无常想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记住一句话，当一天和尚转一天钟啊。今天当和尚了，我要好好的去转钟，是不是？
今天担了就好好干，明天怎么样呢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无常呐、啊，来地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问我，我说我活得了明年，活不了明年都不知道呢。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说不来呀，你出去就不回来了呢。晚上躺下去睡觉，明天就没起床呢，都不知道，是吧？明天再说了，很多事情都是如是，这就叫无常想。你们老是觉得说挺好，刚刚安居过怎么样？没几天就完了吧？还有几天就完了不是？这十多天快得很呢、啊。现在人有很多这个开始打包啦，收拾行李了，要下山了。着啥是急的？是不是？因为这也是一种无常想。啊，这世间本来就是如是，你要做如是观察，啊，想着天长地久，未来计划如何？这中国人早跟你讲好，计划不如变化，都在变的嘛，一切都在变，哪里说得来嘞？这就是无常呢、啊，世间本来就是如是，就是我们世间观无常，这样的道心才会升起来的嘛。你说。哇，没有，还早得很呢、啊。我活80岁，我活90岁，现在人命，这个增加了，活100来岁的人多得很呢、啊。活100来岁多得很，你活得了100来岁不？你们家这样想啊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活多久？中途死掉的人有多少？你想想看，10多岁，刚生下来。啊，都是无常的，要做如是想，生愿离应如是。好，那么这是缘起啊，在这句话里其实是一种勉励啊，世间是如是，常常要想，不可乐想。好，下面是戒本啊，自依戒名，纪元自戒的缘起，然后戒本。这一条戒一共有4句，有4句，4句怎么分？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落比丘是1句，故弄是1句，后面呢？哦。然后出梦中1句，后面1句哈。先是出能犯人，这个通常的解释就不讲了，所以这里呢是2句，故弄相，明其过业，男阴女阳之相，这里叫弄阴，干嘛不说弄阳呢？男人不通常称阳吗？问称阴呢？女人在称阴呢？这个经论里面的解释不同，从它的作用来说，这里呀不讲了。你看，男阴女阳无暇数字，其实不好讲，怎么讲呢？是吧？生成中福使者抚养一也。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这样人在死在水里，女人据说是仰着，男人死的是趴下去。这叫符合阳啊。这里记文男体，男人的体本来是属阳的，他用着属阴，那么女人呢本来是阴，其用属阳，这样下面说凡人溺水，生者沉下，死了以后他就会浮上来，浮上来的体状是男女的区别，一个是浮，一个是阳，这样来分别阴和阳。精自这里讲精界自身，所以讲是叫做根啊，自己的从根来说。那么下面解释啊，故弄印出精，精者持身之宝，就是精是人体之宝啊，必在什么地方呢？变身体都是如善见所示，律中分这颜色的不同，分轻重啊，乃至二果就是指正的果位，出果二果他们的这个精液的体状啊，如酱
异心比较薄的缘故。把善见比解释，集体有筋，除法爪及爪皮无也，干燥那个皮没有，其他都有。那下面呢，引筋有七种，轻者转轮圣王才是轻者，防者呢是轮王太子，次者是属于犯米色比较严重的，是白者负重的人，就是劳动过累的人会这样。然后呢，黑者是轮王第一大臣，然后下面两种弱射斯多凡啊，那是像弱射。然后呢，七是什么地方呢？七什么地方？书里面引的二国如将，就是指的他的色体。下面注解：实心故作出不尽意，前进有六。它约略指这六种，其实不止啊，很多的情况下都会。但是它，例举内色、外色以及空都讲了，那么说明都这一些尽都有了。这里注解说约。于内色、外色、内外色，若水若分若空，这里指的是六种，随作方便呢，出都成犯。所以这里讲的实心故作为非心所为，反而解释他的实心真心去做这个事情，反过来呢，他不是有心去做这样的事呢，那就不犯的意思。解上面那个故字，所谓故是有心去做这样的情形，非心不犯，反是实心故作。所以大家通常犯这一条的情形，那你就查一下这文怎么规定的，犯与不犯自己都会懂得判罪了。那有人找你判，你就按照这样来。那么下面放进情况如何的，他说进这里有六，即戒无尽，按戒说他不指定什么尽呢，叫做无尽。何以知然呢？他说若空动身，在空当中动身也算犯。在空中，什么空中？就是你没有什么物体的情形呢，你动身转了，他觉得这样快意都算犯了。若不出境，如果不只是犯境的，这里的通烧内外啊，恐漏罪亡，故便列字。如果说，只是讲的内外，恐怕会漏掉一些事情，一些境界。认为说这样是属于不放的，因为境里面没有列啊。大体列一下，说明它很广的，水分空都算犯呐、啊，更何况其他的境呢？有体的呢？那下面所谓无尽者，以随缘可出。无尽它就不列尽，尽之多的意思。灰心一尽，或者说隐空动正无可知，这样就是都可以知道了。下面所谓列尽当中内外，下面所列，下面一段素文也就别项，上面是总的提一下。内摄，什么叫内摄呢？是这里律中说，受摄为心领纳，名字为受，以受相应摄，名为受摄。受摄，你有体能够接受外面的境，叫做能够领纳，只有身体能领纳。下面就解释说，既是人生有十尺故，就是这个身体我们有十尺，如果没有十，那就死人了。有这个身体，有十尺的命根存在，这个肉体，这叫内色。外色呢，为非情色也，就除了身体部分以外，所有的一些物体，所以叫做外色。内外色就指两者结合。两色中间就是肉体与物体，其他的外面的物体。五分说内色己身，外色他身，他身或者别人身体或其他的一切色法。
那这里第四随随逆，无论是逆着顺着出都算，就是形体接触都随分，那相同以随，无论是顺分逆分都是一样的，乃至口吹。第六的动身则，动身就是空，而动身呢闻相可解，在空中，但是有时候包括很广了，只要你标心处动身就算。好，下面解释三色，即闻的三色，内是有情，通以自他，通以自他，如自手或他身份是也，这是指的有情的形体，自手或者他人的身份也是一样的，都是属于内色。外色这里指的是非情，非情立即说床褥啊、辟邪等处，那都是属于外。两色中间这兼二色，如以手持物、他身衣暂等，自己的身份和物体。前是受色，受即是适应之一，他们不是受色吗？受是适应之一啊。心一色应，和合成身，故云相应色也。相应色有这个形体五音的存在，立即受，受想实行啊，那立即受，说明有生根而持实，才能够领纳外面的境界。下面即人身下呢，直指其相。人身即是色，实持即是心，就人有色有心，有形体有心的存在就是。怕有人错解，下面注解一下了。下面五分是不同相，五分讲的他身，外色指他身，四分外色指非情，所以这里有不同，说是不同相。什么不同相呢？五分外色指他身，四分外色指非情，内色四分的内色指的他身和己身，指的有情的形体都是。说本中呢，这里讲本中自他并是内色。那下面四五随和分呢，都指的顺和是逆，处跟出都是。第六指的空为境，这个指的境是很广，不但这六种，因为这六种外色，你看外色就身体以外的一切色都是了，人不是包括到完了吗？甚至水啊、风啊、空啊，这样呢，如果只要动身，它都算幻了。那这里第三句除梦中，除梦中属特殊情形，底下那个小字看不太见啊。除梦中这是开源，那因为凡夫有妄想、有执着啊，做梦是难免的事情呢、哦。那会出惊怎么办呢？那不是故意的，这种情况下是除外。下面注文说，如果是乱意睡眠，有五种过失，一个是做噩梦，意是说睡觉之前要摄心正念，或者念佛啊、做观想啊，这样子不要是胡思乱想，想别的东西啊，想一想想跟老亲人约会啦等等的事情，这样你就麻烦了，就这样那就会做噩梦。那么下面呢，诸天，第二，诸天不护，心不入法，那又不思为冥想，你躺下去不是想到什么，就天亮了没亮啊，睡过头了，不可以这样，意思是要想着冥想，什么时间起，以梦中是机。那这就说善意睡眠，如果善意睡眠，那就缓散，行第六，上面五点，第五点搞不好会梦中事。下面解释善恶，注解善恶两梦，就善梦恶梦呢、啊，其相可知。色意那就是属于善了、啊，不色意就会恶。善见梦有四种，
第一个呢是四大不合故会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山崩地动，飞腾虚空，虎狼贼族等，会梦到这种，这就说明四大不调，出现这种情形，山崩下来了，地塌下去了，被虎狼追逐的恐怖的现象，这是四大不调。第二种呢，先见故梦，人讲说这是什么呢？白天见青房男女，说好像就会做梦就见到这种情况，通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。第三种，天人一梦，或是善恶天子现善恶两梦的相，见到种种情形呢，那么就是感梦和感善感恶。第四是想心故梦，此人前生为福，这有上梦诵经礼佛等，或者见到诵经礼佛。若为恶者呢，见到什么样杀盗等等的情形。前面两种是不实，经里面说如梦放炮影呢，这是不实的。后面两种为实，为什么这梦还有实呢？经里面说但取梦相如方得，以及呢佛明经里面所讲的忏罪啊，那见得上梦了感梦了，这种情况下是属于好的现象。所以我们平时修行念佛礼佛修种种善法，真正在梦当中能够感得这种情形是比较少的，偶尔也会有。那小时候做一些什么事情印象比较深的呢，经常还会梦到。怎么会梦到呢？我记得小时候这读书啊，要读个60分对我来说是很难的。我经常到现在也还会时常的做梦去读书，到教室去位置已经满了，没有我的位置坐，然后呢考试老是考不及格，那是极度的一种害怕，所以一直是一种压抑的心理，时常这个种子还在，它还会涌现出来。现在这么老了还会做这样的梦去读书，可是呢去的座位都坐满了，已经上课了，门关起来了进不去，常常这种情况。然后考试呢老是考不及格，害怕啊。我不是说是我是比较老了才去读书，那读书赶不上呐、啊，因为开始就让我跳级。你看，我又不是说，不是那个憨山寺一位法师不把我写的虚无缥缈，他完全不知道，瞎编的一套。哎，说我这小时候就非常聪明啊，读书老是名列前茅。我说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读书能够60分，我就万岁了。2年没读，一下子就去读3年级，你说我怎么能赶得上去？始终都是很害怕的一种情况去读，如果读个鸭蛋回来，那我就危险，生命危险了。我老爸就会揍我半死，这让你去读书你还读不好，对他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事情。白天去读书，晚上回来做作业，他说你去读了一整天，你晚上还要读啊。过去没有电灯，点煤油灯，过去还花票的，就买煤油。他说你这晚上回来还点油灯，在那里写什么写？跟现在还不一样了。现在小孩子回来不做作业，父母还去催着他。那我老爸不是，人家读一整天，你晚上回来还读什么？这样，然后你读不好呢，那你就麻烦了。所以有一次，我们全校会考，地区下来会考。我数学考的56分，语文考62分，我吓得都不得了啊！这怎么办呢、啊？要被我老爸知道，肯定会揍个半死。你读书你还读不及格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他害怕，就是说这个阴影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现在都会害怕。他读佛学院就好读了，那个也上了年龄了，也知道怎么读书。好，那都读得很好啊，每一次都考，怎么考都考个90多分，你随便瞎乱搞都考了90多分，那老师几乎都题目告诉你，
他弄个圈圈套套在这里面，就在这里面出20道复习题考10道，这个怎么不会考呢？死得要命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那个读书文革期间读书啊，那怎么读呢？他没读，怎么没读？老师随便讲讲，然后你考卷拿回去，过两天拿来，这样考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就随便抄别人的抄，但是也能考上。然后你真正认真的考，后来我接着上高中就比较认真的考，就考不来了，吓得我就不得了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个闷呢，跟我们平生一生的经历呢，常常会有这样。啊，我是犯羊犯牛长大的，所以现在时常还会做梦去犯牛，是这样，这是影像留得很深。所以这个种子要把它的转变呢、啊，所以要很长时间。所以我们经常拜佛啊、念佛，我常常都睡觉之前拼命念佛，可是他一睡着他就没念，也没有做梦念佛，也拜佛要睡觉之前拜拜佛吧，然后看看能做梦能不能拜佛，他不会拜，他还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那天做梦我还会飞，你看这里还讲的会飞啊，很舒服啊，飞起来。哦，那前几天可能有点点感冒，就是不是刮台风呢，我不出去视察灾情嘛，那个浑身淋了一身，有点点感冒，他就会飞，就这样子。你看人家讲的很有道理啊，这样的事，所以这呢有时有不时啊。我们通常把梦的不要认这个理解的太真实的，要做个梦会怎么样呢？那有些居士常常会这样子，感到很奇怪啊，做个怎么梦，你就告诉他都如梦放泡影，不真实的，你应该管他干嘛呢？做完就完了吧，啊。好了，这里总结四种：后总判虚实，总判虚实如梦者等者，经中多取意，这譬喻是不实的，法不实故。方等下面的忏法有三种，就忏悔法里面忏，就无声忏、做法忏、取相忏。无声忏就观一些罪不可得，观心不可得，心相不可得，一些罪业都从心造，不是心相不可得，罪不可得了，无声造。做法像律里面通常用做法忏，好，方等通常是取相忏，见光见花以及正的梦中的种种类象啊，这样取相，以名取相，或者求梦，以表罪灭。此皆圣人所示，所以说这是情后面两种，昨天讲的是真实的，这个是第三四种当中的第三种。下面引善见，梦通三性，若见礼诵是善性，也就是善主这个哈，乃至见青黄。那是属于无忌，恶的那就是都被人打了、追杀了等等情形，那是属于恶。乃至这里记文解释，乃至文略梦见杀生逃盗，那么奸淫，这是属于不善性。他善不善，他把无忌写出来，善写出来，那么不善呢没有提。下面解释，若尔三性岂非罪耶？三性当中不是罪吗？下面引陈论，梦中成业如取意等，其实就是这一些小动物它行淫呢，它是以律中呢五种过失岂非罪耶？就像那律就是四分里面讲了五种过失，五分当中不摄而眠，不摄心而睡呀、啊，有五种极罗，会导致五种不好的情形呢、啊。此云不犯，只是不犯生产而已，理应说的有极罗罪而已哈。这里纪文德解释，脸上恶性已难惊开，所谓三性当中的不善性是不是有过嘞？要做梦有做到这种情形，算不算有过的意思？下面解释，那沉论结业，感冒啊，下面主要的那个
取意一些小小的一些动物的情形呢，我会见到这种情况是感报。下面引为字，律中的如注，所以过世，我会讲过世就是罪，但无罪的名称呢，因为没有字到底说有什么样的过失犯什么罪呢，所以引五分来说犯吉罗。意超明梦夜不敢总报，但是不无别报，好不好？会有一些别报的情形。好，下面解释叫什么叫不实。如生其当中，梦者虚妄不实，若有实者，我法中修防恨者无有解脱，以不实故得尽苦寂。这句话说梦当然是不实证，如果梦要把它理解为实在，那么我们清醒的时候又造罪，那做梦当中又造罪，这样就很难解脱了，修防恨就不能解脱，所以这梦呢理解为不实。记文呢引说，修行者善由梦中造罪啊，还梦中造罪，有无实故，所以他说不障道，才能够尽苦言呢。好，下面是判罪，生且不自杀，生且不自杀就结罪名，这是第四句哈。若方便弄，下面就判犯不犯轻和重的事。若方便弄不是犯偷懒，比丘自相交，若是犯偷懒，就彼此交。不是，那就犯偷懒了。这是交者哈、啊，如果不是犯图吉罗，你犯不依提，所以我们上面不是比较来了吗？下三种图吉罗不犯者，一切不错不做出经意，那只是不犯这一条戒的本罪，这就是说变相可知。这样呢，不妨大家看一下戒相表记啊，这里比较含糊的戒相表记会更清楚的把它罪呢罗列出来，它画成表格好看一点啊。21页，罪相上面说故弄，然后实和不实判罪的轻重。律当中的第四份里面说，若女人捉比丘前后，若指比丘足离，过去 是叫做礼足嘛，礼足是就抓住脚这样礼足啊。然后呢，后来因为有犯戒的情形啊，就是不让抓足，通常叫脱足，有这么脱足的一种想法哦。像南传他们拜佛没有像我们这样反掌的，没有，他们就直接这样，他本来就摸足的，摸着他的脚啊，那你就反掌的反了怎么办呢？他只是这样摸他的足而已啊。曾经有一个比丘曾经拜我，他把我脚抓的，我吓一跳，我说你干嘛这样呢？他说捉足啊，啊，这是不习惯这样的。那如果这女人抓足，如果说你动身，就犯这条戒啊，甚至会犯下一条戒，都会有这种情形。所以只是说脱足而已，这种讲法啊。那么所以说，若指比丘足，比丘动身是生长，看见吗？所以是不能捉的。不动身是不动身，你身没动是就犯吉罗了。下面相同第四份，以禁弄是以禁，就是以上面讲的种种禁，内射外射啊，水啊空啊分啊等等，做道想，以禁做道想，若疑犯偷懒，因为他这只是弄是不禁。好，挥道想不疑犯生产，挥道想不疑，那是完全只是出经的意思。上面说道想，那就因为是营界啊、的营界的方便。好，下面病字，比丘尼犯的轻和重，那个表格哈、比丘就相交的，比丘尼交比丘或者交疑人，此以不实犯的罪的轻重。如果是了，交别人，别人是交者犯偷懒之罪而已。
下面这一段是开源，开源它我们看在这本书行中记单中的列文很少，这里列文很多啊。梦中是，梦中是，这在行操会清楚一点啊。他觉疑恐巫生，所以有些人怀疑，他说我梦中是不是装饭呢、啊？情形如何啊？那就你要按照这个开源来看，换或者没换，你给别人判罪，按照这个来，然后你就比对着来啊。结，那恐巫生以避物呢等成去或守耐气，这样呢不算。这是梦中完全没有的意思，然后预想而是，你就在那里自己在瞎观想，没动，这样是。若见好色不除，而是你也是没有动，这。当然这个这样的心思想肯定也有一些极罗罪的，那从大乘经典翻等来说，那肯定心念也有罪的，也有这个相求相。有等流的那种业若行时，若行走路的时候，自除自己的两腿或除的衣而食，大小便而食，那有一些人身体不好，所以小便就出精了，就这种情况的。若冷水暖水洗浴的时候，若浴室当中或树皮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回照的洗的时候，这样呢是啊，以及泥等若手楷模而失，如果大哭啊，用力做啊，那一切不做出精意而失。那么下面灵芝大师讲了，心思眼见，上面不讲心思见的想预想以及看到好色，而是不是以至都是呢业相出现，非无极罗，理应是有极罗。而上面这里开源说是无放的事情。我犯不犯，看看自缘，看看开源，你知道这条戒是如何来判就完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叫除拟人戒，除就是摸除拟人戒。先是自意，跟上面一样，自意。这里自意引多论呢有六点，归纳起来呢，无非是说怕失去正念，一个是机嫌很大，然后呢度啊、就是度住大罪，防微杜渐嘛，把堵住了这个大罪不能够，然后呢灭恶生善，无非讲这么几个道理。机嫌那是很甚，你摸出一个比丘的东摸西摸，这样不是引起很多的机嫌吗？这样是那么怕会犯大过啊，就犯根本淫戒的这事情。这样呢使世人看见也会觉得精怪，就不能够生善啊，然后呢对自己修道来说呢也不能够升起正念的缘故。我们看这多论的六点，出家人应该怎么样呢？这里讲啊，出家之人飘然无所依止。出家人本来是无所依止，没有一个这个什么执着的事情，理应是这样的，无所依止。说今至此界，椅子作伴有所依附。什么椅子作伴呢？你有一个依靠啊，总是觉得啊，我在摸索感觉就感受挺好的，它等于说有所依了。是这意思哈。然后第二呢是息争根本，会引起很多的争论争执。你比如说人家有夫之妻，然后你再摸摸呢，男人见了会怎么样呢？所以有些看法说法等等的事情会引起争论。第三呢息嫌疑心，会一些怀疑啊，积嫌的心呢、不但为作而已啊，会怎么样呢？会怕造大恶。第三，断大恶之缘，敬畏防住，住就是大，怕犯大过。小虽然是小，怕犯大过。第五点，维护正念，
落寞女人呢会失去正念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反复。第六呢，比丘出家理应怎么样呢？即觉即，就是你从你的一些行为举止看得见的事叫即，即应该觉尘染，要断除这些尘染，标心累万，累就是烦恼，种种捆绑捆缚的事情我们都超出，通常我们也叫方外之人，方外之人就不要受到这个方内的一些种种的约束啊，理应是这样的，心标累外，标心要出一些烦恼之外啊，出这个牢笼之外，为世鬼则，为世间的种种鬼话，若多女人会怎么样呢？是世人的一种崇敬之心，这世人在街上老的抱着咬的都没关系，你一个生人在街上你拉个女人呢，你说这我是我妹妹呀、啊、表妹啊，你说什么都没用，对不对？一定要避机嫌，会世人会失去这个信心。好，我们看记文解释，把它归纳起来，下面六点归纳起，一五六是生善的意思，再看一下就知道了啊，一五和六能够生善，出家人应该怎么样啊？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啊。然后呢，二三四是灭恶，不会是生善灭恶。七真人多度舍，人多度舍好看的呢，尤其是这个发誓招长的一个女子找过去，人家都会回首看看，回头看看，就这样啊。但是男人稍微好一点，他会执着这个事，度倒是没什么严重。女人与女人之间，无论同龄或者不同龄，有一个她打扮得很露时，穿的衣着也很特殊，女人肯定要回首看看，你不信你注意一下，她穿的跟人家不一样，如果她穿的很破烂，女人不会去在意她，很奇怪的，她习气毛病就是这样，她妒色，她嫉妒，她觉得这个女子长得比我漂亮，她打扮得比我好，穿得比我好看，然后她就会有这种心，自然而然有这种心态，这是共度的啊。然后呢，惜疑心愚者作淫，怕会作淫呢，所以又有大恶的事。下面说会失去正念，以着欲乐呢，不能摄故，心就不能摄不住了，因为有世间的这种欲望啊，正念就没有了，这是自义。下面解释这条戒的戒名，本来叫生香摸除，生香摸除哈，轻重离合有三种意思，什么轻重离合有三种意思，是九十，他对他九十啊，那么九十当中坐啊，与女人共坐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分你和你分开，跟你众，跟世间的女人，那么这里面有分开有不分开的。那九十当中的第26条啊，以你众平坐。那么九十当中一句女人以这个有合的有不合的，那分判罪的这里面也有不同的。好，我们先看看这身相处对，名字为处。好，我们现在下面按照家界的意思来看一下啊。言轻重者，生泥俱除，而罪有轻重，问的生泥俱除而罪有轻重，二人俱数而罪无皆降者，
下面回答哈，然后呢说这处对为言临不临别，遗禅有别，就是生和泥，关于摸处戒，这里面判罪有轻有重。那么以这两个人共诉，就泥和泥和比丘共诉的戒，他判罪是一样。然后呢这里说摸处戒啊，生泥的罪不一样。那下面呢处对为言临不临别，这里泥是遗罪，生是生场罪啊，这里面有不同呢。诉啊，同诉戒，同诉戒为什么这样子是一样的呢？贤对机意是同，所以都是犯提罪，不宜提罪。比丘跟比丘尼同样摸处戒，同样摸处，这两个性质不一，判罪的性不一样的。比丘犯生产，比丘尼呢是犯不离，就不一样了。比丘尼跟比丘的同俗啊，同这个跟男子啊跟女人同时宿的，他这个戒啊判罪是一样的。他就问这个为什么是不一样呢？啊，那现在二众处宿结犯不等，记文说处宿结犯不一样。上名处别，下是宿同，未记有机，未记有机，善未有机嫌的事情叫做未有机，先防而治，所以叫做嫌对。这宿的事情，但把它分开来而说的哈。那么下面说二戒转难，若尔如泥受染衣染心衣食。因为比丘尼戒我们不太熟哈，泥如泥受染心衣食，就是染心的泥子衣食，这是泥的第八条，不离罪的第八条。共难入室，共难入室，这是泥戒的波依提当中178波依提的第四条，共男子入室，这犯提的。机意不殊，他机缘也是一样啊。你看，一个是受染污男子的衣食，和那个是犯波罗夷罪的第八条啊。上面那一句哈，下一句呢是波依提当中178波依提当中的第四条，供男子入室，机意不，这应该说机缘也差不多啊。一个介绍男子的意思，一个是跟男子入室。他说这为什么在戒这个判罪有这么大的差异呢？阶降，他阶梯上差这么多呢？下面回答说：染心衣食身凡重罪，所以重受染心男子的衣食，怕有染啊。入案时，上面因为说你直接接触的男子，怕有些眉来眼气的就会犯重的事咯。那么下面呢说入案是单相机疑，所以只是会有一些机嫌或者怀疑的事情呢会犯轻，是这样呢。挥绝的应该是挥力，他的这两者不能同时来说明来隐难的事。好了，再说少染污衣食，这条戒是犯禅，供啊、哦，应该这里都是犯禅呢、啊。然后供男子入食是犯提，哎，上面是犯禅呢、啊，犯禅呢、啊，我讲错，不是犯波罗夷哈。那以你少染污男子犯17生禅当中的第八条啊，我上面讲错了啊。应该是犯生产当中第八条，不是波罗夷第八条啊。持饮泥戒，这是泥戒来说的啊。难前同宿，上面不是一男子同宿吗？这条戒呢，机是
应该记前是一样的，受男染污男子的衣食跟男子同时数，这样不是一样的记前吗？为什么判罪不一样呢？下面先是染污不就记论，不从记前论，就怕犯众来说，入食是从记前来说，是这样哈，这个是相同的。意善玄对叫做相单，智言记忆不可相决，不可相决就是两者的智的语言不一样，不能再相比例来说啊、哦。那么下面解释离合，这个稍慢一点呢、啊、要不然大家不理解啊、哦。这很多天前看了就不熟了，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，我这很多天前看啊。所谓离合，什么叫离合呢？有开有合，不一样的。所以有些界把它开出来，有些合在一起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比丘，你跟你这界有开有合不一样的，跟就说跟比丘尼不是女人吗？那世间的女人也是女人呢、啊，她的字的不一样的。有跟比丘尼这个戒另外开出来，其实说跟女人一起做啊，摸除女人呐、啊，这其实不都是比丘尼也是女人呐、啊？那么跟比丘尼一起走路啊，或者同时数都是一样的嘛？那为什么分别开字呢？字罪不一样呢？就戒条的不同啊，是这意思，有开有合。他有人问。有人问曰：“酒食自作，这你你分界。”酒食自作，就是酒啊，比丘的酒食波夷提法当中制定，比丘跟比丘尼跟女人同坐的情形，分成分把界分开来了。十三名除，这道属同罪者何？九十比丘跟比丘不跟比丘尼坐，这有分开的。我有点忘记带记本了。我们还记得吧？比丘，第二十的九十单中第二十六条，哇，接下表记可以打开二十六条，好，九十单中，你们打开二十六条，不知道在哪一页哈？我这里有啊，二十六条。116页哈，111页哈，现象表记。若比丘与比丘尼在怎么样平处坐着，不宜提。再看43到45，43。啊、哦，若比丘十家中有宝墙安坐着，不宜提。这是指的是世俗的女人家里面叫有宝，就知道啊。然后来看44，若比丘十家中有宝在平处坐着，不宜提。若比丘独与女人陆地坐着，不宜提。这是指的是跟女人坐。跟比丘尼坐不是分开两种戒的性质吗？那我们前面两个宝不管它了，那跟女人坐跟比丘尼坐这两分条分开两条戒，这意思理解吧？他说尼姑也是女人呐、啊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世间的女人也是女人，那干嘛分了两条戒呢？不就是一起讲了不就完了吗？可是十三。这里十三生产呢摸除呢，他没有比丘尼摸除比丘尼跟摸除世间的人有什么区别，分开来没有，他听懂吗？这戒的合在一起，摸除你包括比丘尼在内都算犯，
可是在九十当中这两条戒做呢，跟比丘尼做跟世间世俗的女人做呢，分开两条戒，为什么这样？就问这个意思哈。啊，但是说怎么不同呢？下面引引息引息，这个是这有取的意思哈，就是息其大德，这里讲的息就是指的是朝代哈。那么大德有个大德呢叫允律师曰，允律师就是高齐的唐允，唐允律师哈，依慧光律师学律，而且他做的有超四卷，他里面以前这么提到说，什么叫分开不分开呢？他这里这么解释说，结罪变故，第一个是结罪变故，所以合之，就十三当中摸除啊，那结罪是一样的，合在一起。若对比丘二尼俱长，二尼道尼和俗尼，道尼就比丘尼也是尼呀、啊，那么俗尼也是尼，就是说也是一样的，都是犯禅。若对尼呢，二难计重，对比丘尼来说，无论是身难还是俗难，要听懂吧？比丘不是身难吗？啊，有没有比丘是身女？比丘是身，就出家人比丘当中，所以也是男的，他不二男嘛？啊，然后呢，很区别于俗人的男，这不分界，一样的，比丘尼也是一样啊。这个比丘也是瑞二尼摸除都犯禅，比丘尼的这两者呢，这个对俗男也好和身比丘身也好，他都是犯众不分戒。九十必须要离，九十要离，九十离什么原因呢？身对二女都是犯提罪，身对二女犯提罪，可以理解吧？啊、哦，来来，按道理说也应该合在一起，跟比丘尼平护坐犯什么？犯什么？不一提。跟女人呢，也是提呀、啊。他说既提，理应呢合，可是尼不一样啊。但见尼罪的道俗轻重不同，对比丘尼来说，他俗男跟僧男他判罪不一样，所以把它分开来。问题在这里，我把写一下子啊。和先讲和。
他为了意思是说，这个和这个干嘛要开呢？犯罪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意思说色跟泥跟泥做都犯皮，那么这个身处泥处泥都犯残，是这么在十三生产当中是和的，可是，在九十当中呢，这都犯皮，干嘛把它分开呢？分这不合在一条当中治呢？这个意思啊，他说比丘尼处身或者处男都犯一，与他合啊。那底下他问说是这样，然后主要问题出在这里，说对身来说，处啊坐跟泥坐跟你坐都犯体，可是比丘尼坐就不一样了，他跟身坐跟男坐，一个犯吉罗，一个犯体罪。你犯罪不一样，所以要分开。啊，回答是一样啊。他也就是说，你对身道俗的轻重有益，所以这样呢，把它分开来。好，我看这记文。哦，这上一个我们看过了，落下的解释，落对比丘二尼。那一段别是出名除和摸除是和的，没有分开，生泥二除并合字，生泥和生泥他们都合在一起字，那一块长也好，换不了一好，也是合字。下面呢说坐分才离开呢，泥对比丘平坐犯吉罗，俗男如跟俗男一起做就犯提罪，只为因泥犯不同，所以使得身界立成两条不一样。下了解了吧？就这样一个缘故，身虽然是一样的，都犯不提罪，可是泥他判罪不一样，必须要把它分开来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，这么说他用别的开合的事情呢来难前面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这么一问呢，是问很多问题会更加明确的理解的这意思哈。他说如果是这样，若尔者，泥离五一，比丘尼五一若离身呢，他都犯提罪，叫做泥离五即体，生对二泥，生对二泥做体，就是说它最像是一样的，二都是换体，生这二重啊，三重二轻，相对泥对二难做。二难作业，此意轻重不同，何得何为得何呢？这啥子意思？啊，那比丘尼五一是离了都犯提罪，而身对于对它的相同，先是相同。啊，然后身对二泥坐也都是犯体，意思说身对二泥犯体，把它分开两字。那么身对啊，身这三重两轻，就三一是重，然后其他两一嘞，比丘也有三无一吗？有啊，乘身衣涅盘身，我们里面按道里面有个乘身的啊，像南传他们都有乘身，然后底下涅盘身裙子也是一样啊。那么其他那两衣呢是轻罪，然后在这相同衣，相同你对二男，相同你对二男，这怎么讲才能够讲得清楚啊？我也得写一下子比较好。
他跟你上面这个来的啊，上面这个来，他上面说这个是相同的，合在一起，那身身对泥这个是相同合在一起，因为比丘尼身跟俗男犯罪不一样，把它开开来，是这样来的啊。因为这个比丘尼因为有身跟俗男的罪不一样，所以使得比丘的这两条戒本来是一样的，分开来，这听懂吗？为什么要分成两条？因为是他不一样，他们犯罪不同，使比丘戒也应该分开来。这里他就说，比丘尼的五衣，他离是一样的，离是一样的。重就相同意，这里讲的那比丘也是一样的，你都是一样，那么这里五一的三一或者二一离同样是犯题，可是他们没有分开或置在一起啊，也就相同于身当中的你做的都是犯题的。这个例子举这个例子说，他说身三一重，身离三一是重，离二一是轻，相同于比丘尼啊，因为同于尼做身尼这样的事情，这是相同啊。可是这应该是不同啊，这个是义，是义是同来的。是义啊，这是不一样，这是同，这相同吗？你五一都是离五一都是犯规题，然后呢，身跟你做都是犯规题，所以他们这个戒把它分开。这个戒意思说干嘛不分开啊？身三一二一重，那跟你对这个是不一样的啊。这里不就有轻重吗？这里有轻重吗？比丘尼跟身做跟俗男做，他是有犯吉罗罪和提罪。比丘呢，比丘三一当中呢，离三一是重，离二一是轻，那这个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上面这个字法他们判罪是一样的啊，因为上面离对身及俗男平坐犯集体的不同，所以这里说呢，离对身对离女坐而离为两界。比丘尼因为比丘自戒是因为他们罪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呢分成两条了。那么今天呢也可以说，因为身三一和二一的轻重不同，理应该比丘尼的五一呢也应该分成两条啊，听懂吗？他说你这个罪是一样的，罪是五一，五一不是分三一和二一吗？那个罪是一样的，跟比丘当中的跟你跟你做罪是一样的，可是因为你们罪不一样，你们的罪不一样，所以呢我们就分成两条。那么你们也应该说，因为我们三一啊，生的三一和二一罪有轻重，那么你们也应该分开啊，听懂吗？这个来上面相同，是因为你们判罪不一样，所以比丘跟比丘啊，跟比丘尼跟俗尼做呢要分开两条。那么那个五一，你这个五一也因为这个轻重不一样，那么你们五一也应该分成两条，干嘛合在一起呢？发二一跟发五一不一样啊，三一啊，不是五一啊。好，我们看泥啊，泥离五一都是提，如对生的二泥做都是提，是相同。生这三一是重，二一是轻，相同于比丘尼对二男这样的做不一样啊，这轻重这里也是一轻重不同，何得合在一起啊？因为你比丘尼五一干嘛合在一起治嘞？下面回答说，
若就二山，若就二山结罪不同，十亦引离。这通常在律里面叫做众啊。你这种说法，同一人说，对你来说，二一和三一结罪不同，十应该是住，就是跟啊不是在比丘当中的罪，相对比丘的罪来说，应该离啊。具对受法以明离合，那下面以受法来回答，说受法不一样。然前平处只是事中之机，比丘尼在平处，就是比丘跟比丘尼平处坐嘞，只是机闲而已，随意故别，这只是不同的意思啊。不同一由圣法，这一讲的是圣法，对法以明呢同离。故不分，他说你同样的离都有罪，受法是一样的，比丘尼呢无疑是不能离的，受法是相同，所以不能离。那么那个机弦是不一样的，那这以这个机弦以叫做以义不同。看记文啊，注引生离离一相并来说，前记泥犯两别，泥犯两边就泥对男人分生和俗的不同，叫做泥对两别。生作阴离，生作阴离，什么生作阴离啊？因为泥众对男人，这里面有生男和俗男的不同，所以呢，生的九十座当中。就把它分开来，有对泥座和俗泥座的两个字法啊，此意生至轻重。那么这个地方也可以生至三一和其他两一，有轻有重啊。它泥一为什么也五一合在一起呢？不开开来呢？回答说，下面先至重啊，你这说的也有道理。叫做众夺来解释，先众底下的夺，按四法对减，四法对减，什么叫四法对减呢？一是受法，从法来说，你坐在那里男女坐是从事来说，这个事中机者机嫌比较甚，以你坐戒，以你坐戒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立中应加留陀仪，以偷兰陀尼共坐，机是机嫌。以女人坐呢，也是因为加留陀仪，仪上谁呢？他优婆斯一起坐。那起时比丘机嫌这样的缘故，但是而因起不同，叫做随意别者。如善尼轻重之意，尼坐。俗男跟生男这不一样，不同五一，什么原因不同五一呢？五一加法离世不异，离世是一样的，所以这样来说的哦，为什么有开有合啊。那么第三个啊，第三个问题，第三个的右难，若是结罪变故，因为结罪的不一样，所以戒这里面呢有不分。那下面就说了，那么下如下行戒，坐跟行不一样呢？比丘跟比丘尼其中道行，比丘与女人其中道行，不是这也有分开的吗？啊，对，生这二尼即提。生这二尼即提，就是行戒，七行戒。生对尼或者对尼，这也不一样啊。
这个问题很有道理啊。啊，七行界生根泥，因泥其同行，跟你其同道行，都犯提罪，对吧？泥的跟生根难七行都犯极罗罪，这怎么不开啊？合在一起了，啊不，这里为什么要分开？他的犯的罪都是一样嘛，悲啼也是一样，突击罗也是一样，干嘛也分开来治呢？不合在一起嘞？上面不是说治罪变故吗？所以不分呢、啊。如说如下七行，生这二泥都是犯提，你这二难都犯吉罗，此亦是变呐、啊。为什么把它分开来啊？要回答说，回答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结变应和，结界之变呢、啊？这先是众说，理应该呢是要和啊。他说开言有义，所以要分开，这个好理解啊。结罪是一样的，当然按道理说，悲啼不应该合在一起吧？跟比丘尼其中道行也好，跟世俗人女人其中道行也好，都是犯啼罪，理应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泥众呢跟生跟男犯罪也是一样，应该合，但是开缘不同啊。怎么开言不同呢？如你女同行，你这开生将缘呐、啊。比丘跟比丘尼跟女人同行，可是比丘尼她有时候可以开缘，她恐怖畏难处不是？有没有印象？除恐怖畏难，比丘以比丘尼其中道行，啊，那么除衣食，衣食者。恐怖畏难处他可以比丘陪着他走啊，他这个开缘不一样，他判罪是一样的，这个判罪呢有不同，这是一种开缘啊。俗里没有开缘，这就俗里讲呢，俗则无啊，俗里没有这样的开缘呢、啊、就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又泥行必假多半，又泥行必假多半，微出积仇。俗呢，俗人但有第三便无烂过，所以分治。弄完啊，他这样不一样，和开源不同。生与泥其实他判罪是一样的，其中道明都是犯悲啼罪，但是呢他开源不一样。
比丘尼陪比啊，比丘陪比丘尼走了，开身他有畏难，比丘尼有畏难，他有患难缘的情形是可以，但是呢，多尼尼多半才可以。比丘尼一群人，多尼开和多尼开，一尼不开，很多比丘，但是一个比丘尼这样不行的。那么你看比丘这里五六个人，一个比丘尼也不行，这样不叫不成开缘，必须多才可以。啊，多生一泥一饭不可以。泥众泥人这个跟这个开缘不一样啊，没有缘，没有什么缘开，没有什么危难的事情呢、啊。但是有第三人就可以，不是第三者插足啊。有第三个人就可以了，这女人就是不患机嫌，就这个缘故，他这样回答哈。我们把这段文看一下。他说开言有意故离，如泥呢，如泥你同行，泥开生将缘，缘就是为难帮助他一样。俗呢是没有，没有那缘，又泥必假多半，泥必须很多人的可以啊，微出举丑，就是没有人家积钱的事情。那么俗泥呢，第三人他就没有问题了，所以分开。记文说，以同行界当中彼此犯同啊，理应该合在一起，干嘛要把它分开来呢？那下面回答说，先是众说以理应合没有错，罪是一样的嘛。下面是夺说开缘不同啊，所以言来解释，初曰将复有无，将复有无就是尼众他有一个救援的事情了、啊。那么右下是。约半行多少来解释，就同伴来行啊。下面呢，行途迥远，召集过大呀，众多比丘一尼也犯了，要多尼为伴才开，这样就了解说为什么要开合。所以这里有三个问题啊，我们再连下来，它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讲是摩处戒。那么这个跟坐戒的离合，然后立即五衣以三衣轻重啊，就僧尼的五衣三衣这样的判罪不一样啊，来立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下面呢，本来的罪性质是一样，干嘛也有其他的离合呢？所以这个讲的开源不一样，这样你看，这是本来不是属于这条戒所要讨论的事情，因为讲到一些开合的事情，问题就提到那里去了，所以这是摩处戒。那么下面是讲的缘聚缘犯，因为这条戒还没完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这卷能不能完啊？啊，能不能完？啊，要不要完嘛？要完就做要完打算，如果说不要完，那就不要完打算。你们的意思呢？语意迎合，慢慢来，就是以后再讲呗。啊。还剩这么多呢，哎，我们诵经，准备出世啊，出世，我们现在第几卷了？73，好像73呢，73还有多少卷？8卷。还有八卷，如果那天写的是初三、初四，再送两卷，也就初四晚上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今天两卷，明天两卷，后天两卷，后大再到后天再两卷，不就完了？我怕他又怕坏天气，
再来个什么台风啊，七弄八弄，又把我们给卡在那里。经没念念完，心里很难受啊。管他的个别人有趣没趣，我们总体这么多人一起把它念完了，好像一个工程完了，是吧？卡在那里，万一来台风又停电了，这天气说不好。先完了，后面轻松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几天就我们把它经念完，这个反正不得完。不得完，看大家的情绪如何了哈。可以的话呢，初二哈，明天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五、初六、初七都可以上了，对不对？完了初九也没事干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初十也没事干呢、啊，你安居没完，你晚上跑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待着也不是待着吗？我想是这样的。待着也待着，就大家不着急的情况下呢，把这一卷讲完。往后的日子不怎么样也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我计划把它弄完了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念完了。但是不讲，大家也都能看懂的，少部分人可能这样念一下会好一点，是这样子的，有这么一个想法啊。我们现在先把诵经这个工程先完。然后呢，后面因为有一个什么呢？奥运会在这里。奥运会这个是全国搞得怎么样呢？沸沸扬扬，不是沸沸扬扬啊，热火朝天，是吧？既然热火朝天呢，那我们也不能不了解吧？要不搞不好人家说你不爱国。现在各个佛学院啊，各大丛林，据我了解，他们都会组织。统一去观看那天开幕式，因为开幕式这个搞得很神秘，根据国际的惯例是这样的，这个开幕式在此之前一点分身都不透露的，就不让人家了解说那到底搞些什么，他都不带戏，不让你预先了解。你看春节晚会呀、啊，他都会预先透露一点啊，最近彩排了，然后录几个镜头，这个他一点都不让你知道。前两天不是彩排了吗？韩国有个记者去偷拍，全世界的人指责他，这是国际惯例，不可以预先偷拍的，是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完全不让人家知道到底搞些什么名堂，这一个要展现一下中国人的一个风采，让大家这个一鸣惊人的，哇，中国这么厉害，对吧？外国人不了解中国，有一些运动员来之前他们戴口罩来的，他说中国应该很脏的、啊、很不卫生，戴口罩甚至自己带食品带饮食来，这在国际惯例里面是不允许这样干的。其实他既然有能力承办奥运，他一切都能够达到这个国际的水准才可以啊。那是说明说人们对中国的一些看法怎么样呢？那么这些运动员来到中国一看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、啊、他跟他想象当中不一样的。所以说中国人应该要怎么样呢？扬眉吐气，让人家了解看看我们中国人不是你们想象那么差劲。中国人不讲卫生，倒地吐痰，乱扔果皮纸屑，人家是这么认为，他说满街都是垃圾，所以他戴口罩来的啊。他们好几个国家提出来自己带厨师，自己带饮食来，我们不同意他带进来。他为什么要带进来？他怕不卫生。然后呢，来了以后，那有几个国家像先进的国家，他已经来了，一进奥运村一看，哇、哦，原来是这么干净呢、啊，这么好的饮食，没问题了。就让人家了解啊，从这一点呢，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呢，应该怎么样呢？爱自己的国家，让人家这么瞧不起，实在是说不过去，是不是？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让人家看看我们中国人是这么了不起啊！但是说因为办奥运呢，会给我们实际生活带来一些诸多的不便，比如说安逸完了，你们出去如果不带身份证，他就会逮住你查，是查得很严很严的。尤其去有去承办奥运的几个城市，你到那里去包一件一件必须打开看才可以，浑身给你查得一塌糊涂，这样七弄八弄，跟平时不一样的。但多少的有一些老百姓就接受不了，但是为了这个大事情啊，如果万一出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呢？
国内也好，国外也好，对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后起之秀。什么叫后起之秀啊？过去中国人，人家理解中国是个很落后的地方，都是要饭的，然后呢不讲卫生的，过去讲的东亚病夫这么一个情况了。现在说这么发达，人家多少都想破坏你，你跑得太快了，跑到他们一些先进国家前面去，他们多少都有起破坏，可就反华势力也好啊，那么国内也有一些这个非法的一些组织啊，嗯，像一些非宗教的一些被国家起地的，然后他呢都会趁此机会出来跳一下的，所以引起一些麻烦啊，所以说要这样那样的一些限制。现在好像在尼泊尔啊，在印度啊，那些占青会又开始组织绝食啦、游行啦，他说要8月7号或者8号他要来一个袭击，就是国家搞得很紧张这样的事情啊。那这一段时间到时间我们还要跟大家交代一下，出门去啊等等，一些比较严重的地方都不好去，像8月7号、8号天安门广场的要管制，就是不让停留在天安门广场，就怕有人在那里捣乱，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啊。我们作为出家人的方外之人呢，我们都是不要受限制啊，我们没出五行啊，不是没有超出五行中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活在世间，还活在这个国土上，所以说也还有种种麻烦，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么事情。所以安吉之前啊，没解下之前呢，因为正好是八号，我们是初八，这个月正好是相重的，今天是初一，他们是8月1号啊，相重的，所以我们把前面的一些事情该处理的处理，然后呢看看，偶尔看看，点缀一下子，了解了解，大概是这样。不要完全不了解说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样让国人看见说我们一点不爱国，他会这样的一些想法看法，那我们了解一下也就可以。至于说怎么比赛呀，那个东西那是游戏哈，那是游戏，你看看大体看看，不要搞得很多人神魂颠倒的这样排，因为买一张门票在那里排队排了3-4天，带着帐篷，那家里送饮食去这样子，我们不至于像这种情况。那很多人因为看奥运把工作辞掉，他已经要达到这种程度，对吧？那我们也不至于会这样的情况。好了，废话少说啊，这本是哪里？